嗨，大家好，我叫 Jason 放啦。今天是星期日，所以今天我有空来坐坐我的老婆的车。OK， 你看到我在 upgrade 啊，这个是之前的 Myvi 1.5 的 disc， 那个是就是 disc rotor， 这个是那个 bump 啊 piston 啊，所以来过来看。所以今天这是原装的 Viva， 好，所以这个是之前买 V 的原装的 Viva 的 brake 是不吃的，所以就放上去，你可以看看。好，这个是它的 Rotor， 所以这个是原装，这时候换这个。下去，所以你看，哇，相比起嗰啲 slot 都比较大嗰啲，所以应该系哇大一啲，就算系比较 grip 咯，啊，比较 grip 一点。最近啊，老婆驾车啊，驾得很快些哦，所以咧，好，就是明天去那个 workshop。好，现在已经完成了油漆箱。看到整个吗？几漂亮啊！看，技术都我明天去装。好，掌声！来，大家早！我就今天第二天就来到了这间小屋的。现在就开始动工。其实这间呢，它卖很多东西，有卖这个 absorber 啦，看到吗 ？absorber 啦 ，exhaust pipe 啦。其实我的车之前的 Myvi， 现在用的 Myvi 都是在这边装的 ，coil spring 啊，ultra racing 还是有卖 ultra racing， 看到吗 ？ultra racing。这个是之前的 Myvi 的 1.5 的原装，这个是 Viva 的，看到吗？他们的那个宽度，好吧。看到吗？它的分别大小。亮亮的。如果谁有兴趣要改装的 ，absorber、ultra racing bar、disc rotor、brake pad、performance， 还有那个 filter， 你可以找Kiong。这位老板叫 Mr. Lee。已经有认识他很多年的啦，啊，我都两辆车都是给他做的。啊，现在放进去看，你的 dash cam 看有没有靠到旁边。这个 rim 是准准的14寸的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所以 after 换的呢，所以他就做 breeding 哦，然后放那些新的 brake oil 放下去，
已经搞定了，你看了吗？几大个一下，所以这个是给老婆的，是买菜车啊，不是拿赛车啊。已经看到放进去了，现在有阿迪盒子，阿特维新的刷吧，前面的。 好了，由我的 foreman Mr. Lee 去 test 一下。所以，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就是 share 我的 Jason Dong WT 的那个 Vlog 的 YouTube， 好 subscribe， 还有 share，Thank you。